咁啊，真系唔知唔觉咧，澳门原来有咁嘅农场，仲要系咁近喺辉记对面添。哇哇哇哇哇！Yo, what's up, everybody？ 精神啊，我系鸡兵，陈天娜，我系天娜，好耐冇同天娜拍 vlog 咯，系哇，通常我都系同男仔咁，点解？女仔咧就好似依家呢啲场合咁咧，人哋拍开跟住就先至再约咯，我少约女仔嘅。咁啊，而家咧 ，Fogg 哥咧就约我哋去路环一个农场，咁啊呢个农场咧佢又叫我哋一齐去嘅，咁我就暂时我同天娜去住先。咁啊，农场真系噶？咦，系都市农场啊！哎，见到啦，知道啦，就呢度。Fogg 景耀。系吓，真系 Bobo 啊！嗰只黑熊啊，深深又响度。深深系4000蚊啊，熊猫啊，哇，标本喎。我就之前听闻有做标本，但系唔知摆咗去。哦，就呢度原来，所以呢度系得两只动物啫。系啊，有好多。好多添啊！红死角天啊！全死角。红死角。喂。俾你影住我，影住我开个开头。Hello 大家，欢迎嚟到新一集嘅忙碌幕布啊！我哋睇佢拍福拍福。喂，等你啊！等我，你讲得出？Bobo 喺入边啊！红 Bobo 里面啊，二龙喉嗰只熊啊！啊，死咗啦！屌你啊！搞错，死好耐咯。系咩？福龙嗰口罩几靓，你眼罩嚟噶呢个？戴好啲。啊，唔系我俾，我戴完个健康码俾自己睇。啊 ，Bobo， 系 ，Bobo。Bobo 啊 ，Bobo 系 Bobo 啊，真系 Bobo 嚟噶，哦，系救出嚟噶，原来。十一月 ，Bobo 系经历咗澳门人几多年啊？33年，好近啊，成件事而家。以前小学咧，系个个都会去呢个地方去参观啊，学校咁样睇好似好细只喎。其實呢度嗰啲標本，我懷疑都係全部澳門啲動物買到之後就做咗標本咯。一啲啲啦，你澳門幾時有隻豹喺度？啊，咁啊係。都市農場，都市傳說。實不相瞞，我以前細個咧喺淘寶訂嗰啲食人花種子嘅。但系唔知而家種唔到咯，呢度種到好正喎！哇，一直覺得呢啲地方咧，澳門唔會擁有嘅，即係太過城市啊！哇，好明顯，真係重新整到一個好靚嘅天娜之印。哇，呢個有喎已經。呢個就係天娜撲街嘅樣。不過三二一高，萬不夠。哎呀！太勁啦！屌！冇咁大喎，你屋咩嚟噶？冇啊，我係咁樣行入去嘅啫，頭先係。咁啊。佢哋完全睇住 YouTube， 唔知攞啲咩餐車咁樣咧，改裝做一架真燃燒嘅車，自己改裝啊！呢個係 DIY， 有啲料自己焊啊，佢燒柴咯，跟住喺呢度。個温度可以達到200多度啊！所以真係嗰個湖啊，就係呢個湖喎。嗰個湖海釣魚。咩嚟㗎呢個？只雞啊！哇！呢個唔知係咩嚟㗎？呢個又係你哋自己整嘅。係啊，嚟喎！呢個影下先。呢個係七姨雞啊！佢哋整緊。哇！行得咯，天啊！網紅打卡。打卡買咗呢個。今日我哋做咗 camman 啫嘛，天娜公主請。呢架嘢接仔嚟嘅话，呢架系葡国时代嘅消防车，真正嘅消防车，真正消防车啊，老咗好多噶咯，应该系，即系有成五六十年历史噶啦。哇，呢部消防车型喎，哇，你过嚟睇睇呢度啊，我觉得咧有一个而家消防车。冇嘅一個裝置或者一個係嘅一樣嘢就係呢個消防車咧有煙灰缸，有煙灰缸啊！誒，擔住支煙去救火先。誒，見啊，先。佢唔係平地嚟嘅，哇！有個湖仔喎，以為咧。福哥俾我睇呢度嗰陣咧，以為係大陸，原來呢度係澳門嚟嘅。呢個係自動水力發電機，哇 ！DIY 係做，特別係落雨之後咧就會好犀利。猛啲啊！喂，但係呢度嗰啲湖啲水邊度嚟㗎？係山水嚟。山水嚟㗎。喺嗰邊流落嚟，咁呢度直接流翻出路喎。香料。咁有台灣九層塔啦，
泰國的九層塔。這個是什麼？這就是泰國的九層塔。九層塔炒麵那隻泰國餐炒花甲用的那些好香啊，聞到了，我想到那陣是就這樣吃就可以了。嗯，好泰國，是不是那些擺杯椰那些？那隻不是，那些是薄荷。那些薄荷，這隻九層塔人家炒花甲用的、哦、這條大直路就是整個公園了。這會員種的有菜心、紅苑菜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呢度是會員制嘅，入嚟咧唔可以單單就入嚟，入嚟做會員，佢每個月咧由最少消費$100啦，咁你就可以睇到入玩呢個公園啦。咁佢話咧星期六日咧係最多家庭小朋友。咁咧正常咧，我哋依家咁做好之後咧，首先我哋要有珍珠岩啦、泥炭土啦、有機肥嚟去改善咗原先嘅地嘅土質，要從溝嚟嘅係倒咗泥落去啦，一直喺度溝啦，溝到均勻為止。先撒種子，福哥唔使溝泥啊，溝女得啦，福哥。禾頭咧就唔需要嘅，你咧搞一嚿佢啦，佢啲姿勢錯曬。哇！你自己一個人試下，好 Q 重嘅，你一嘢踩落去之後，又唔使養咁高嘅，咪好大層。玩泥沙啊，而家佢哋。吹曬落天啊！我想問咧，呢啲人種咧，佢係即係就買塊地自種定點係租啊？係租一塊地。咁咧$200一個月，我哋平時咧會幫手淋水。咁日常你要幾時過嚟啊？睇佢都係冇問題嘅。我呢個已經溝好嘅。哦，明。阿田耕田，阿田耕田，阿田耕田啊，真係。恩德即假喎。松莊姐，阿田係默默耕耘，我都知咩叫默默耕耘。賣絲就係咁啊。喂，你要賣加葱嘅話，你要掘深啲。喂，釣到魚。哇！大條喎，哇，好大條喎。聽講佢哋仲有啲勁啲嘅，哎，哇，好靚喎呢度！嗱，呢度平時就係我哋會員嘅水培課程班。水培課程班咧，一般咧我哋會有老師喺度上課啦，咁會教啲小朋友或者想水培嘅會員點去種植水培。咁咧，我哋咧正常咧就係一個箱最多可以種150棵菜嘅，會租借俾啲會員租借嘅。好似呢個生菜咁咧，係4月25日種嘅，咁一般收成都係25到30日就。呢只就是油麥菜啦。哇，油麥菜是屋企只龜嗰啲食嘅喎。咁如果譬如會員種咧，想去買種子過嚟㗎？我哋提供三隻種子嘅，佢係燕菜、菜心同埋生菜。哇，大家如果有興趣想種嘢咧，屋企又冇得種咧，可以歡迎過嚟呢度。一個呢啲咁嘅水槽，$80一個月。如果入嚟想會員入嚟買菜或者摘菜都係自己親自己嚟㗎啦，自己揀㗎咯，即係。係啊。第時自己打邊爐嗰啲咪過嚟摘下菜先咯。快，越快！喂，年青人點啊？依家搞成點？原汁原味的呢個，再焗多五分鐘。呢個而家係咪你哋最主要的係啊係啊，主廚嗰個位啊，係啊，定係窿窿地？食個豬扒先。唔知我佢哋啲燒呢啲啊，我哋燒唔到嘅。唔係，同埋佢哋係用曬鐵網啊，用曬啲網啊。同埋佢哋控制到個火啱啱好。嗯，我覺得好似話可以叫啲人過嚟一齊燒烤嘅喎。一個會員可以帶8個人。同埋咧，去到呢啲自然環境咧，以前成日去黑沙燒烤呢度近啲啊，有個椰青食添喎，仲要。可以度假咁咯，你星期六日嚟一嚟呢度，哎 my god！得廚房出得廳堂，自己上 YouTube 睇咗超多嘢，大佬水力發電你整唔整到？整唔到啊！佢仲要呢排啲壇嘢都勁啦，呢個水力發電你估唔估到？哦，不如我呢度有個塘，屌你攞個電單車嗰條 rim 之後加啲水盤發電啊！喂，福哥，夜晚咯，而家到食埋呢塊豬排搞掂啦！佢兩個問題咁問我得未㗎？好撚得，好撚得添。我咁多，咁多甜。我哋话上台趁热食，我哋一嚟镬啊，即刻拍啊！同你讲，即刻食啊，现场即刻。只本袋，只本袋。只本袋。我想问下，点称呼啊？拍咗成日。阿师，志哥。阿师。師兄啊，師兄 ，thank you， 多謝 ，thank you， 好 ，OK 喎，咁啊，而家今日已經搞掂啦，多謝霍哥帶嚟呢個農場，咁啊，真係唔知唔覺咧，
澳門原來有一個咁嘅農場，仲要係咁近喺輝記對面添。哇哇哇哇哇 ！Fogo 嗰啲嗰個畫面，Fogo 平時就係咁噶啦。好 ，OK， 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咧可以過嚟呢度做會員啦，做會員先可以入嘅。咁咧呢度做會員咧，每個月就過嚟消費$100啦，即係基本上你過嚟買下菜啊，種下嘢咧，即係屋企種唔到嘢咧，過嚟呢度種都得嘅。咁啊，星期六日可以家庭樂啊，家庭樂啊。好 ，OK，everybody， 咁今日條片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